啊，建立那个会员资料库之前呢，啊，第一个啦，一定要有档案，所以我先把档案放在低碟底下这个路径好了。OK 啊，如果你的路径跟我不一样，你就自己再把它修改一下。OK 哈，啊，里面的话呢，就会有个 member 点 txt，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云端上面下载的这个啊，记得哦，这个档案的话另存一下哦，你可以发现哦，当然因为是从 Google 的云端下载的，所以它编码啊，记得哦，一定是 UTF-8。OK 哦，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是用直接开机啊，那个什么记事本，然后把这个档贴过去哦，那可能它的编码就不一样哦，因为如果是直接开那个记事本直接贴上去哦，它可能会是 ANSI，那当然里面于程式就会有一个地方，就编码方式不一样，那开档的方式也会不一样，这之前有讲过哦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，所以我们现在 UTF-8 哦，OK，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的话呢。我后面要做几件事啊，待会要讲，总共会有一是读取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把它写入到资料库，第三个的话就把它查询出来，所以也许分三个阶段吧，哈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阶段啊，第一阶段的话，我们先练习那个怎么去做读，就是把那个档案开起来。那首先的话呢，这个档案在哪里呢？档案是在这个。所以这个 import 这个也不用，好，我们先第一个部分哦，就是先把它读出来就可以了。那我希望读出来之后，因为我将来要写到资料库哦，所以必须把资料给分开来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呢，我第一步哈，当然 F 等于 open，open 后面的话呢，跟他讲说，哎，我的档案放哪里？那我这个是假设是放桌面的话了哈，放 download 的话是这个路径。可是呢，我因为刚刚已经把路径改成这个低碟底下，所以我把这个路径呢，习惯是把它复制，然后贴的话就贴这个路径，哦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在低碟底下的这个我的 Python 的2020的这个底下啊，有一个这个档案，然后呢编码方式哈，哎，再来就是模式我用 R，哎，我要读取，那 encoding 的话 UTF-8，就是我编码方式哦，那如果说哈。假如你里面的那个编码 NSI 的话，那这个是不需要的哦，因为预设哦，它其实就是 NSI，那你可以不需要。可是如果你从 Google 那边来的，或者是从不是微软的那个档案哦，那就要加一个 encoding 等 UTF-8。OK 哈，哦，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已经把资料哦读到 F 里面了。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呢？哎，你看啊，这里面因为哦它是。它这个档案的话呢，它是一行一行的这个结构，哎，一行一行，所以哦，我们前面讲过了哈，读的话呢，至少你可能要记三个，一个是读一行就 realize，读很多行就 realize 加 s，有没有 realize？所以啊，这里的话，因为它有很多行，所以呢，每一行都要读进来的话，那我们就用什么？用 realize，OK，所以这个地方加 s，哦，这个前面有讲过哈，一行一行读。那所以它怎么帮你把它放进来呢？哎，啪啪，你读到一个前面一个串列叫 list 一好了，它就是这个是中括弧有没有啊？这个第一个资料逗点，这个第二个资料逗点，第三个啊，最后一个就是结束中括弧哦。所以里面因为有50个会员，对不对哈？啊，编号从零开始，这个零嘛哦啊，这个哎刚好编号一就刚好就是一号就刚好放在一，好啊，总共的话呢，最后一直到也是50啦哈，因为50个会员嘛。所以应该是零到50啦，有没有编号？啊，其实 total 总共几个呢？51嘛，有没有长度就51，编号从零到50，总共51。可是实际上将来哦，如果你要放到资料库里面哦，零的部分应该不能放进，因为零的话，哎，这个应该是栏位名称，这个不是资料啊，所以可能要避开第一个哦。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因为我们读的话，它是一整个一行。就一个资料，可是问题啊，一个资料里面有五个资料，所以我把它分开。那怎么把它切开来呢？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了，你可以用 split 有没有？哎，split，然后后面跟他讲说，哦，帮我按照逗点，帮我把它分开来。哦，可以这样就分开来。那分开来之后的话呢，我再分别哈，帮我输出。OK，那中间加逗点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最后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今天呢，假如呢，我们今天呢，readline 这个地方哈，我如果写到这边的话。那如果我假如要把这个资料 print 哈，把它 print 出来看一下，哎，把它print，然后这个 list 一的话，啊，我是建议啊，以后你们可以哈，一步一步嘛，因为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 print，哎，把它 print 出来，
那你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就出现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边出现一个中瓜虎的、啊、这个东西哦。然后呢，这第一个资料，但你会发现后面还是多一个换行，所以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哦。这个换行哦，将来要不就是要把它去掉，好，要不然就是要怎么处理哦？不然的话，将来你可能放到那个资料库里面会多一个换行，那以后如果输出变多一个换行，所以要不就把它去掉。再放到资料库，或者怎么处理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资料就读出来，可是我不是要这样全部读啊，我要怎么样呢，一个一个帮我把它读出来，然后呢并且切割的话呢，后面的话那我们就写个回圈，这个回圈的话呢，这一行就可以把它去掉， print 就不用了，那回圈的话呢就是 for i in range，那特别注意，我们不要从零开始，因为呢我将来要塞到资料库的话，我刚刚讲过，栏位名称不用嘛，所以一开始到最后一个，那一般是用 len 嘛 ，len list， 那、啊、总共回来的这个 len 的话，我刚刚讲51停下来，所以应该是1到 50， 哎，1到50刚好就1到50个会员嘛，OK， 然后呢，再来就分别把这个 list 1里面的资料怎么样做切割，所以哦，他会先怎么样，先抓到1的话是哪一个？1是这个。黄佩玲这个有没有？然后他的生日、血型、电话，好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后面就加一个 split 的话就把它切割，所以呢，切割完之后的话呢，那就放在 list 2里面。哎，可是 list 2里面会变成怎么样呢？其实它就变成切开来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串列，所以哦，我这边先不要直接 print 这个好了。如果我今天 print 假设我先把这个 print 什么了 ？print 啊这个。list 2的话，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有没有实行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它就变这样，它就变切割嘛第一个切割完之后长这样，切割第二个，你看依次类推到50个，到50就这样所以1到50号就 OK 了所以等于是 list 2里面就放这样，等于是把 list 1做切割然后输出，可是这样的资料没办法放资料库啊，那怎么办？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的，把这个 list 2哈，再把它改成下面这一行。那这下面这一行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啊，把它用大括弧啦。这个大括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我后面的 insert into 呢会有五个栏位，五个栏位，那我先怎么样，把这五个资料先提取出来。那这五个资料的话哦，分别就是 list 2里面的。第零个，所以哦，如果我今天哦，第零个指的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哈，把这个一号的资料有没有提取出来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写成这样，指的是这个是 list 二嘛的第几个资料啊？第零个资料就这个所以过来的话呢，那就是一号，好，然后这个名字就放第二个，生日放第三个，血型、电话，不过电话的话多什么？一个换嘛，所以电话呢可能要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要把它去掉这个东西。去掉这个东西我好像讲过了我们好像讲过一个叫 split，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可以什么？最后一个什么？多加一个什么？点 split， 把那个后面的那个换行拿掉，有没有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分别把它切开来，然后并且把它用 format 分别输出五个资料，中间帮我加逗点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第一阶段就输出看一下，所以你会发现把它输出结果的话，它就会变长这样了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其实的第一阶段就有了。那第二阶段就是因为如果有刚好五个资料就分开了，然后分别前后就是用那个逗点把它隔开了，再来后面我们就可以再跟资料库结合，就可以把它批次写到资料库里面去了。OK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练习看看把那个资料读出来。并且做两次的切割OK， 尽量可以的话尽量熟悉这个语法，这个蛮重要的。将来大概因为遇到的资料，大体上都差不多雷同了所以第一个就是 open， 把这个档开起来，一行一行读进来，然后呢避开第一个那个栏位，然后呢中间要 split 切割，那最重要的是再输出用 format 方法，那最后会有一个那个。换行的部分的话，那我们用这个点 split， OK 这个资料的话
云端白板上也有，所以请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的第47页，哦，就是这一段一模一样的。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啊，如果还刚开始不太熟悉没关系啦，不过我建议将来一定要熟悉，常常打，常常用，用久了其实就习惯了。好啊，如果将来还要用到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把它留下来当范本。啊，以后的话遇到类似的状况哦，拿范本来参考最快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说真的要把它背起来，真的不太容易啦。但至少有个范本，反正你至少范本看得懂吧，而且至少范本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就把它稍微修改一下，你马上可以把事情解决掉。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写程式会比较有成就感嘛。哦，尽量不要那乱改，哦，然后乱写。哦，不然的话，真的最后会觉得哇，真的改到最后其实也改不出来，然后感觉哇，程式真的是挫败感非常大。尽量还是哈，能够尽量多收集一些哈比较没有问题的范本，那以后run你就改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样哦，至少你写起程式啊，也问题也比较少了。OK， 尽量不要以为说你可以很容易就把程式写出来，没有啦，随便错一个，只要错一个地方啊哈。那结果绝对都不一样的，哦，真的，我发现啦，看起来说没什么啦，但是只要你随便错个地方哦，真的，我发现你一整天都看那个地方就好了，真的有的人呢，哦，一整天都在那边发呆，到底哪里错，找不出原因 ，OK， 好，哦，所以尽量啊，我觉得没必要啦，你就是尽量啊，可以先寻那个比较正确的方法，哦，啊，也不要乱改 ，OK， 好，哦，试试看哦。